在所在地呢是我们的林园，那呢林园的特产是我们的洋葱，现在呢就跟着导游还有我一起来闻遍整个林园吧，走。好，那呢我们现在就来试吃看看这些美食的味道以及吃起来是口感是这样，我们马上来让各位观众知道吧。这个鱼吃起来根本就是刚从鱼市场刚运过来这边马上现煮现炸的鱼，非常的推荐这一道骨头鱼羹，它非常好吃，非常推荐赶快来，完全没有鱼腥味，非常好吃，非常推荐大家。我们现在呢要来就是品尝这道鬼头刀的嚼劲。它的感觉呢，就是外酥内软，然后它整个包覆了它的鱼的新鲜感，还有它的嚼劲，还有它的口感。常来这边吃吗，小姐？常来，很好吃。那你觉得这间店的口感是怎么样？老味道，传承三代的营养标准，很赞。那你推不推荐这一家店？推荐，夏天、冬天来都很好吃。如果有来林园，一定要来吃。那你们这家店跟别家店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我们的糯米就像你们刚刚所拍摄一样，全部都是用纯蒸糯米下去做，然后我们一年至少会挑两只糯米，然后每一只的糯米都是不一样的。例如说这一次夏天，我们可能会以圆糯米为主，然后冬天会改成长糯米为主，或者是两种搭下去做一个搭配，因为每一次做出来你要因应。例如说夏天主要是吃冰的客人居多，那你要考虑到他们他出来的时候，接受到冰的时候，它不会变得太硬，它要有点 Q。那相反的，你夏冬天的时候，你是直接煮熟煮起来就给客人。如果你又用夏天的那一种汤圆的话，变得太软，咬起来会没有口感。对，所以我每一年每半年至少都要再重新挑选一次糯米。我们现在所在地呢，是我们的林园的海洋湿地公园。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里面的美景吧，走。好呢，那我们今天呢一整天的行程就是这么的，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导游小婷，他带着我们去吃好玩好吃的，谢谢他，谢谢。